是你。现在还是上班时间，你来这里出外勤啊？当然是为了调查。最近接到的委托越来越多，大家终于意识到我的实力了。对了，你们律所要不要考虑跟我长期合作？一言为定，你可不许耍赖啊。没有，是那边那家公司，下周要办一个酒会。这次的委托就是要去参加那个酒会。我很少去这种场合，有点……哎，喂，这么快就好了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没关系，你在原地等我就行。还想和你多聊聊的，突然就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啊。被你识破了。我最近做了两个有趣的小东西，等我忙完啊，约你来古物店体验一下。先走了，需要帮忙记得联络我。目前还没有，不过现在是休息时间，突然就想给你打个电话。你在加班吗？我有没有打扰到你啊？跳舞？怎么忽然想起来问这个啊？舞蹈的种类有很多，你的问题太宽泛了。不过我会跳一点简单的华尔兹和 Tango， 在这方面勉强算入门级别吧。好像有突发状况，抱歉，之后我再打给你。
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？要来杯香槟吗？看来您是需要有人为您解答疑惑吧。我很乐意为您效劳。那我先失陪了。不愧是你，完美地理解了我的暗示。难怪你在电话里问我会不会跳舞，是因为今天你也要来参加酒会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是在调查宾客签到名单的时候才发现你也在。之前电话里说的那件事，我本来打算请你帮忙，还给你准备了一张邀请函。但是想了想，你也是下了班才能参加，还是让你好好休息比较重要。其实看到你出现，我还是挺吃惊的。不过现在是调查行动中，我总不好表现得太夸张，会暴露。是的，我准备了好几个方案，但想来想去还是适应生最合适，既不惹眼又方便行动。那不行，清洁工可不方便接近客人。不是，不过要说着装啊，你今天的你真的很好看。啊，不是不是，你平时也好看。就是今天比平时还要再好看一些，是我太不会说话。
抱歉啊，刚刚突然就把电话挂断了。对了，你之前说正好要去哪里？啊，其实只是入门的话，我也可以教你的。放心好了，这次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，只是有一些地方比较棘手。这个我还要再想想，但可以先和你说一下委托的内容。这件事啊，我已经调查了一段时间了，有人利用职务便利吃回扣，给我的委托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他自己的身份不方便，既无法确定作案人是谁，又没有证据，所以就没办法直接报案。最后委托人找了我来调查。哎，目标隐藏的实在是太好了。没错，就是那天说的那个委托。我前期调查后已经锁定了目标，他就在这个酒会上。我本以为作为适应生会很好接近他，但尝试几次都失败了。他戒心很重。是啊，不过你怎么知道？原来我的目标差一点就成了你的委托人吗？看来在这里遇到你，还真是老天赐予我的好运啊。确实要拜托你了。我原本想着这种商务酒会上，主办方请来的都是相熟的合作伙伴，以你的宾客身份应该很容易接近他。不过他去过你们律所又被你们拒绝了，再贸然提起的话，他只会对你有所防备。但你可以帮我从目标的关联人那里获取信息，毕竟吃回扣这种事只有他一个人也办不到。哎，对了，在这之前，让我来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个呀，是附带定位功能的微型通话器。耳环专用款。当然不是，这个是给女孩子准备的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好了，先把耳环给我吧，我把它装上去。我来帮你带，通话器的位置有些特殊，你自己带的话很可能会碰歪，影响收音质量。哎，你的耳朵好烫啊，是喝了酒的缘故吗？
会儿要是哪里不舒服，一定要赶紧告诉我。哦，对了，刚才给你戴上的时候，顺便开了开关，已经能听到了吧？那就好，等会儿啊，确定收到了你这边的消息，我会敲一下通话器，如果拿到证据，我就敲三下。好了，赶紧出发吧。注意，在你3点钟方向，有一名穿深蓝色西装的中年男性。他可能和目标有业务上的牵连。他近期的资金流转有没有什么异常？重点是在境内还是境外？去盯紧他，辛苦了。多亏有你，我基本上查清楚了这一条吃回扣的案线上都有哪些人。不过，眼下还有一些小问题需要去解决。任务完成，你表现得很棒。喂，那是应生，对，就是你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？跟我过来一趟，主办方发现试应生的人数对不上，现在要进行清查。
是喝醉的客人吗？这位女士，您还好吗？啊，抱歉啊，现在我找这位适应生先生有些重要的事，我联系别的同事来照顾你吧。是，我还是找其他人。我很担心这位客人，还是让我来照顾他吧。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，我是因为人手不够临时被加派过来的。我最不擅长起名字了，那不如下次你给我取。说起来，你这么快就能想到办法来帮我，真不愧是我最棒的搭档。别担心，就算真的被带走了，我也能解决的。小心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是不是真的喝醉了？但我记得你平时的酒量还可以啊。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啊？好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不用再逞强了。放心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就好。要不，你把眼睛闭上吧。这里离后门比较近，我们从那边出去。还挺轻的嘛。
就快到了。你坐在这里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为了调查完成后能迅速离开，我把自己平时的衣服啊放在这附近的一个寄存柜里了。你穿着礼服去打车多少有些不方便，又有些醉了。夜里风大，我去拿外套给你。喝醉的人都喜欢说自己没醉，我现在去拿衣服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要偷偷打车回家啊！而且，你一个人回家，我真的很不放心。你的脸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红啊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好烫啊！是喝醉以后又被冷风吹了的缘故吧？我先送你去医院。我现在送你回去，晚上早点休息。喂，这边这边。怎么样？这两天工作忙吗？那我是不是可以约你周末出门了？哎，说到这个，你以后一个人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尤其是酒会那种场合，千万不要再喝醉了。而且酒会的保安也太不靠谱了，随随便便就把客人交给了一个身份还没查明的人。还好这次是我，你呀，保护好自己，安全才是第一位的。哦，这个呀，
我把通话器的开关关掉了，想再打开只需要在上面按一下。我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了，给他设置了自动进入休眠的小程序，保证使用者的隐私不会泄露。要换到别的耳环上可以找我，安装方法我也能免费教学。而且这个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。我是说，当时专门做成了蔷薇花的样子，就是想把它送给你，没想到还因为它又被你帮了一次。以后要是遇到危险或者需要帮助的话，有了它呀，你就能及时向我求助了。虽然并不希望你会在这上面用到它，但只要你需要我，我就一定会马上赶到你身边。这么说，你是愿意收下了？就是像你这么想，毕竟是我给你的，说不定啊，还会为你带来好运呢。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好啊，我有好几个地方想带你去，这次终于有机会了。你终于接电话。太晚了，家里没有别的东西，就剩两片面包了。放心，我明天就去超市，平时也会好好吃饭。一直没收到你的消息，所以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你有没有安全到家。没想到你今天也在，早知道我就换一个身份变装了，说不定还能邀请你跳支舞，很适合我，那身适应生的衣服也就那样了。喂，我怎么可能更适合当适应生？我明明……我是该认真搭配下穿戴了，精致一点，偶尔换一换风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了，不和你开玩笑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